师傅，你怎么看待女朋友经常和别的男人聊天啊？女生除了男朋友，如果还有一直聊天的异性，最终肯定出事。会出什么事？如果女生经常和异性聊天，男朋友就会经常吃醋地问，这是谁？谁？谁？对对对，是这样的。可女生总会理直气壮地说，这只是我的一个朋友，或者什么哥哥弟弟。而那位异性朋友则会想，他是不是喜欢我呀？我们是不是有机会在一起的？是的。这种情况持续久了，女生觉得男友在无理取闹，男生觉得女生不守本分，彼此的反感积攒到一定程度，就会因受不了对方而分手。而此时，那位异性朋友见他失恋就去安慰，很快这对狗男女就在一起了。你的头怎么弄成这样？理发店坑人，我气不过，没理完就走了。他怎么坑你？我去理发，进门后一名学徒招呼我坐下，拿起推子给我捣鼓了两下，然后就去一边玩手机了。这是什么意思？我也不明白，于是问他怎么停下来了。他抬头一笑，然后对我说，师傅吃饭去了，怕你等不及走掉，所以我先给你来两下。亲爱的，今天你有什么计划？没什么计划呀，怎么了？你知道圆周率是多少吗？突然问这个干嘛？别废话，知道就告诉我是多少。3.1415926535899。你打我干嘛？这么多数字你念的都背得下来，今天我生日你居然记不住。你刚才和谁在聊微信？一个朋友。男的吧？是的。别整天跟这些不三不四的男人聊天。你怎么这样说话？人家可是正经男人。正经男人一天到晚忙工作赚钱养家，哪有那闲工夫跟你聊微信啊？有空和女人聊微信的男人都他妈只想骗炮。你说是我重要还是你妈重要？两个都重要。那要是我和你妈妈吵架，你站哪边？我站旁边。你的脸怎么了？老婆给打的。怎么又闹矛盾了？昨晚亲热的时候他让我打他屁屁。你打他屁屁？怎么自己受伤呢？当时太投入，用力过猛，一巴掌把他打疼了。亲爱的，现代人的学校里有各种场，例如篮球场、足球场、排球场，这些都是干嘛用的？顾名思义，篮球场就是打篮球的，足球场就是踢足球的。那排球场就是打排球的咯？是的，一个场地对应一种运动。哇，那现代人太开放了。啊，为什么这么说？他们居然还有操场。师父，能问你个情感问题吗？什么问题？我现在爱上了两个人，我该选择哪个？第二个。为什么？因为如果你真的爱第一个，是不可能再喜欢第二个的。你上学的时候做过最牛逼的事情是什么？因为我的存在，学校修改了校规。这么牛逼啊？一般般了。那学校为你修改了什么校规呢？之前有一条校规是学校不允许男女同学恋爱，后来因为我，学校领导决定把男女两字去掉。我们分手吧。为什么？你都劈腿了还敢问我为什么？我劈腿？那你倒说说我跟谁劈腿了。跟谁我不知道，但你刚刚做了什么咱们都清楚。你别瞎说啊，万事讲证据，你有证据吗？还需要什么证据啊？你说话的口气已经出卖了你。你怎么满头大汗？刚才进错厕所了，好险。跑女厕去了？是的。那你怎么出来的？我灵机一动，说自己是女的。人家会信吗？不信。对啊，那你怎么办啊？我就把裤子脱了给他们看。那不就露馅了吗？没有，重要的部位被毛盖住了。
平时看电视剧吗？不看。为什么？都是些老套路，看开头就知道结尾。例如呢？例如上床必怀孕，切菜必剁手，不能用勺子喂药的解决办法必定是嘴对嘴喂。